今天刚进店门，各位大师都来了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这有结嘛？这有个结疤，你这一块肯定死了，你是吧？看这一块，这里行吗？可以吗？你给乌龙吓得不敢说话了。承担责任的不敢说。上去。你走心一点了，还没砍出来啥呢就好。这声音受不了了，给我黑线差不灵，是吧？这是一条粗的黑线吗？这么粗吗？全是一条龙脉，粗的有点不敢想象啊。谁呀？差肯定差不了嘞，主要有个颜色它都不会差。这个是看着好像是有黑线的，要不弄平的。他这个我怕你磨起来，刚才看的话都跑了。对，就再扯掉了，这刀子不行。动了，他是。这刀子太短。这个地方有划纹，就有划纹了。嗯。嗯，没看见。这像有打出的时候没被刮出来的。对，你别怕。哎呀，用砂纸蹭一下。打磨一下，看看出来效果怎么样。就直接那叫什么景物来着？你这个刀把那个纹给扯掉了，刚才就是，哎，扯它的黑线纹，黑线它硬就它就结实嘛。你有时候那黑线一带就带出来了。还把那么烂的刀被大师们嫌弃，不是他影响效果，不要卡了，再卡也没用，这刀再卡也没有用，它有花纹，它也把它带了，就不光滑，也不容易看出来。这刀也没刃了呀，对，没刃，这个都卷了，这个找到我们家卖的不好的原因，差不多，刀有问题。那两个鬼眼一样的。如果有两条线，这留疤这一串也可以，价值也挺高的，是吧？这就一个小包嘛。嗯。哎呦，条件都有条件，条件有点艰苦。哎，这个也好一点儿。擦亮。你别吃那么饿，刀小，慢点刮，一点一点刮。出来了。嗯。边上的纹理出来了呀。可以搞了，是吧？